在我们此次的采访对象中，出生于1930年的金宝森是唯一属于觉罗的皇族后裔，其始祖为星祖直皇帝福满第三子索长阿，而福满的第四个儿子觉昌安就是努尔哈赤的祖父。传到我这代的时候，按照这个宗谱那个排辈排的话，我应该排在恒字辈上的，但是我们没按照那个宗室那个名字来排名，所以我就叫金宝森。我的祖父是满文名字亚利哈，我的祖父是亚利哈，我的父亲叫金占元，东北的抗日义勇军里边的吧，南满护路第二旅的旅长吴玉书是我的叔父，是我的舅父。啊，刚才说我是我的舅父，我舅父是南满第二护路军第二旅的旅长，他在抗日战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毛主席的毛选的第一卷里边曾经提到江桥战役，这个战役就是我舅父打的。金宝森父亲为南满护路军第二旅稽查处长，918事变后随军队转移，牺牲在新疆迪化及现在的乌鲁木齐。我们和我母亲按照这个家属从海参崴坐海船到天津，以后到的北京，所以我从小就跟父亲分离开了。我是1949年3月21号参加革命，参加革命以后我任中南海警卫团第一营的营部的文化教员，那时候同时也入了当时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到55年我在部队里边立功以后入了党，到58年以后因为地方上教育的需要，支持教育，把我从部队调到地方上来了。出于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深深眷恋和使命感，转业后的金宝森逐渐从行政干部转到了历史教学和清史研究方面，先后发表《扬州十日记正额》《满文书法初探》等多篇卓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与其他几位有识之士凭着200元开办费创办起中国第一所进行义务教育的学校，北京满文书院。我们1985年的3月正式招生，成立了北京满文书院。但是我们为什么命名这样一个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呢？因为当时的这个什么补习学校啊、训练班啊，相当多。我们觉得这个不符合我们这个教学目的，所以我们叫采取吸收了中国古代的教育这个机构的内容和形式，我们采取了书院的教学形式，就是说师生之间是平等的，可以讨论，课堂上同学可以研究，可以发表不同意见，同时老师也可以有不同观点的进行教学。所以我们成立了北京满文书院。金宝森老师是24中的历史教师，他呢一直为这个满文的推广、满文的普及，做了不少的工作。在24中办了满文书院，啊，满文书院呢是并不收费的啊，不收费的学这个机构。他的办公经费呢是由当时北京市民委来提供，啊，但是呢经费又不是很充足。北京当时有一个刊物，市委有个刊物叫《半月刊》，报道了我们的办学这个消息以后，
我们学校当时的校长叫金兆祥，是一位汉族的同胞。翻译以后找我说，说金老师，你办学为什么要在外边，你为什么不回咱们学校来呢？你有什么困难，我学校还给你帮助。你比如说校舍我们不收你费用，你就用个粉笔办公纸什么的，你也可以用。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他非常诚恳，支持我这个办学行动，所以我就迁到北京二十四中，以后来一直在北京二十四中。金兆祥走了以后，就由金小秋接任校长。金小秋校长是满族人，他在这方面也认识到满文的这个文化性质和当前的紧急情况，所以他也给予支持。我记得在东四多少条我忘了，在那边一个学校，好像在院子里头，就晚上那白天不能，学校还得要正常上课，在那地方就靠金老师的关系招了一个小的房子，可能是在那儿开始招生。当时北京晚报也是很厉害的，他是通过北京晚报也发了一些板板的那个启示，完了以后，当时没想到报名的人那么踊跃。为了抢救满文，为了增加知识而来的学习，这是一种人。还有一种人，他们是从民族感情出发，他说我是满族人，我愿意知道我自己民族的文字，我知道我祖先的情况，所以这是一部分人。还有一部分人是从工作需要出发的，比如当时我们那里边有导游，他们为什么要学满文？他们从北海的这个小白塔下面的塔上那个碑文上看见满文了，他导游的时候游客问他是什么，他不知道，所以他们这是一类，就是说工作需要我学满文。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学生叫冯征，我现在还记得征发的征，他是搞音韵学的，他不是一般人士，他是专门研究的人士，所以他学满文的目的是什么？对音韵进行研究。尽管招生状况良好，但无钱无房无人的条件依旧令满文书院的运行举步维艰。我们当时的老师除了有几块钱的路途上的买车票钱以外，剩下其他人都是义务的经营。后来得到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以后，有些经费了，老师有一些晚餐补助了，也是很低微的。他们都出于对学术的关心和重视，他们也自愿来我这儿来教学了。北京满文书院的师资，从办学以来，我注意两件事，一个是师资，一个是教材。我深知学校对师资的要求和对教材的重视。当时的师资都是，我不一一列举，起码都是副研究员以上的先生。我们档案馆当时邀请的是可能两个老师，完了以后是从民族研究所的请了一个老师。刚开始的时候很艰苦的，那种教材什么都是那些老师们手写以后给学生发的讲。当时呢，我们一些有少数的这个毕业生曾经到历史博物馆还有档案馆去借阅资料，他回答的就是说必须得副教授以上的人才可以借阅。我们跟他说，我们这个教师，高级教师也相当于副教授，但是他不承认，他就所有的资料都不借。
他给我们讲个故事，他说过去也开放过，有的商人呢把慈禧专用的香皂的方子拿走了，结果他们就制造一批香皂，打着这个慈禧的旗号就发了大财。他说所以现在不能开放。说实在，我也去听过嘛，我也想学，后来学起来觉得一个是工作太忙，一个是学的觉得真是挺难的，岁数也大了，所以后来我就没再学。金宝森老师呢，对满文书院、对满文的普及，应该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满文书院的开办，首先引发了美联社、共同社等国外媒体的关注，继而国内的中新社、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各大报刊亦纷纷予以报道。在满文书院正式授课的15年时间里，共招收了16个普通班、6个提高班、5个研究生班，学生总数800多人，其中获取毕业证书的有400多位。初级班是属于普及性的，知道满文的一般的知识。提高班的学生，就是说可以进行简单的翻译了，短句什么的可以简单的翻译了。研究班就要进行整府的档案的翻译了，是这么一个水平。我们的学生，我们自己定的校规就是说，只招收高中以上的学历的人才，不分男女，不分性别，这个不分民族，是吧？不分职业。而说到教材，老人至今仍然感觉到欣慰与自豪。最后，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给我们的经费了以后，我们出版了满文教材。我们不敢叫满文教材，为什么呢？不敢叫满文课本，为什么呢？因为出版课本要经过国家教委的审查，可是国家教委没有满文人这一方面的人士，他怎么审查？没法审查。第四课，北京满文书院出版的满文讲义及与之配套的录像光盘，据知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唯一的一本正式满文教材。下面温铺满文教材，满文光盘，这都是我们国内唯一的，以前当然没有，以后也没有，所以这是满文书院在对社会上做的小小贡献之一。如今距离送走最后一批学生已经过去了14年，但谈论起满文的事情，老人仍然激动不已。在我们办满文书院的同时，国家正在和当时的苏联谈判边境问题，苏联人方面拿出来的是俄文的档案，中国这方面当时就从第一历史档案馆里边找出来了满文档案，这样摆到桌上去谈判以后，最后签订了这个边境协定。而且是满族人建立过两个王朝，一个是女真，一个建立过清朝，而且清朝是跟现在最近的一个王朝，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财富，比如说当时他的很多文书用满文记载，就我们档案馆保留了满文档案200万件。他记载的内容呢非常丰富，是吧？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生活上的、医药的、科技的，很多这内容，很多东西都要从满文里边去寻找。所以这满文现在名义上看着像是死亡了，实际上它的生命力还是很强的，它还存在着。
国外的人士为什么要研究它？一个是从文字学的角度去研究它，另外一个就是说它还有现在还有使用价值。除了这以外，它很多的甲铺，还有很多的石碑。据我所知，北京地区满文的拓片，就是碑刻拓片，就770个，它文献量，就是中国，据我了解呢，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里头比的话，满文的文献量是最多的一个，只有藏族，藏文的文献可能跟满文能媲美，可能比一个差距。但是这两种文献都一样多，但是有差别的。藏文的古文献估计大部分是经文多，以及内容是比较重复的多。大部分在寺庙里头，所谓经像啊什么很多。满文的情况就不一样，它是一个王朝的档案呢。它不只是记载满族的历史，不只是记载埃及俱乐家的历史，它整个记载了1644到1911年将近300年中国的历史，而且清代的这个王朝啊，它奠定了中华现在的版图。边疆问题，划边界，是吧？这如果没有满文档案，当时呢，苏联人呢，他不认账，是不是？后来把满文档案拿出来，他不能不认账，是不是？你这当然是特殊例子之一，边疆和清朝对边疆问题解决的比较好，所以研究边疆问题离不开满文档案，离不开满族的历史经验。大家别忘了，柳丘的研究也离不开满文。有个柳丘大学的学者就问：“标里音叫标，收标的标，那个标里是里头的里。”就是柳丘的师承过来以后，清政府都是给他发那个标里银。他说：“这是不是走路用的路费啊？”他就问我：“是不是路费啊？他们回去收的路费啊？”那是现在咱们通常用汉文里，汉文那个意思直接理解的话，标里就是路程嘛，路程。所以标里银，银两的银，标里银。最后他就，我就明白，这不是标里银，这是做衣服的制装费。标是衣服的标，里是里子。那时候的衣服不是单的衣服，它就是双的嘛，双层标和里。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虽说是一种古老的语言，但一直到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的时候，它仍然还没有相应的文字。建立后金政权以后，他对外的交往，国内的文书发布都需要文字，可是当时满族呢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因此努尔哈赤决心要创建满文。这样他命令满族的学者达海来创造满文。达海说：“这满文创造怎么创造呢？”努尔哈赤说：“你可以借用蒙古文的文字的形式，一直加上满语的语言，这样的话启发了这个达海创造的满文。创造满文以后，开始的满文有很多缺点。最后大概实行了将近30年以后，就是把满文进行了改革。”进行了改革，改革以后就现在咱们说的无缺点满文，有缺点满文，过去的满文叫无缺点满文，现在改造后的满文呢，改革后的满文呢叫有缺点的满文，现在咱们使用的满文就是有缺点的满文，有时候的说无缺点满文呢叫老满文，有缺点的满文呢叫新满文。满族从清朝入关以后，掌握了全国政权。由于知懂得满文的人很少，当时呢，在地方官员的身边都派有笔帖士。所谓笔帖士，在今天来说起来，就有翻译的那个意思，那个成分在里边。所以在所有的地方大员的身旁都有笔帖士，所以皇帝的旨意
用满文写的要由他来翻译，口谕要由他来传达，这样的话非常不方便，因为满族一个少数民族来统治一个这么大一个国家，所以他实际上他已经陷入到这个汉族的这个一个和其他兄弟民族这么一个汪洋大海里边了，所以他必须充分利用汉族的文字和文化，因此呢，对汉字和汉文化的学习和使用，清朝的初期的统治者非常重视。这样的话呢，满文在一定程度上就逐渐削弱。但是清代就是引的一个规定，就是把满文叫过书，满语叫过谕，它是跟汉文并行的，作为国家的规定的语言来推广。但是后来，因为刚才我当讲的这种大环境发生了变化以后，国家怎么强调这种语言开始已经走下坡路了。到我大家可能知道，抗前盛世是咱们国中国历来王朝里头比较大的盛世，就是到乾隆最高潮的时候，从满文档案来看，满族人包括沈阳的满族人，他南部的满族人，北京周边的满族人已经不会说满语了。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朝的灭亡，就是这种趋势就加快了。尽管满文的使用仍有其实际价值，但严酷的现实是，中国一千万满族人中能说满语者寥若晨星。据国家民委1984年调查统计，全国只有50人还懂满文。这种情况下，专家们将目光投向了新疆。我的家乡在新疆察布查尔。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北京故宫去找人，到北京以后我才知道，是周总理经毛泽东主席的点头，办了这么一个班。当时的班是周建任，是鲁迅的弟弟，给周总理提出建议的。当时文革还没结束，所以这班就办在故宫里头，整个3年没有寒暑假。同时跟我来的还有六个锡伯族，还有东北参加的2个满族，剩下的都是北京的。3年后的1978年，这个仅有21人的满文班期满毕业，大部分人被分配在故宫明清部，也就是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该馆位于故宫新华门内，保存有明清两代主要机关的档案。所以后来这部分人就成了中国的，无论是满文档案、满文文献、满族史、清史研究方面的最主要的一个助力。新疆锡伯族人在满语上的得天独厚，得从1764年说起。当时，乾隆皇帝从沈阳调遣1000名锡伯兵，包括他们的家属，共5050人，前往新疆驻防。而这个锡伯营作为新疆驻防八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营制一直保持到上世纪30年代。如今，他们的后裔在新疆有3万多人口，其中2万人居住在伊犁察布查尔满族自治县。锡伯族，是吧？锡伯人，因为他们人家还会说满语，还在继续，这个有不少学生还在学满语，所以满语啊，也不用担心说彻底完了，还在，这是一代一代还传承着呢，是吧？但是这种语言呢，基本是不用了。他是从东北过去的时候嘛，他就是满文的语言文化带到了新疆，去了以后一直是在使用这种语言，到现在锡伯族也是使用满语文。满语文，但是呢，这种不说满语文，现在就改成锡伯文。现在锡伯族使用的语文，跟满语文是比较接近的，可以说是95%以上是相通的。就我所知，现在世界各国还是挺重视对于满文的研究的，
比如说美国、意大利、韩国、日本都有专门研究满文的机构，他们对满文非常注意。现在大家可能知道，在美国提出来一个观点叫新清社。新清社它的最核心是提了两个问题，用满文的原始档案，用满族人的眼光来研究清代的历史，他们就叫新清社。因为他可能也是对中国大量的搞清代历史和满族历史，或者是中国边疆史的人都不懂满文的情况，人家是可能有意识的想欺负欺负你。可能特别是我刚才讲的八旗边疆内务府总政府很多入关前的东西全部都是满文记载的，你几乎就看不到。靠我们这些档案馆的人翻译，我们这辈子能翻多少啊？我在档案馆工作40年，我也不能说把全部档案看完。满文现状是令人担忧的。刚才我也讲过了，研究机构基本没有了，是吧？传授机构，你看中央民族大学没有满文教，没有满文教学。当初嘛，民族大学的教课的时候，培养研究生的时候才教满文，而他没有教材，得上北京满文书院来买教材来。最后，从2008年开始，我们档案馆原来是事业单位，现在改成三公以后，我们招人全部都是国考以后才能招人，这样的话带来很大的困难。我前几年刚刚2008年、2009、2010年两次招人，几乎就招不了，连那个什么笔试都超不过。我想借这个机会再次呼吁国家应该重视对于满文人才的培养，满文档案、满文资料的挖掘整理，因为这个对我们国家是很重要的。采访结束时，吴老师欣然接受了我们提出的让他展示满语的口语的要求。民革委员同志们，2008年我这一党是报为哪的？我用满嘴和跟党子一百特别稀罕，而把为哪的阿们第二案很巧过呀。我们这样打，请国人认你二十个他妈大半生，你能带着他们的祖国他妈那么多，他们的比个把个也没巧，他们的。失传已久的陌生语言，流畅动听的古老音乐，仿佛时空倒流，让我们穿越回到清朝某一个晴朗而祥和的早晨。此时我们默默祝福满语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文化遗存得以传承下去。